同学欢迎讨论哈，欢迎讨论，不是让你们那几个同学有没有在讨论啊？不是叫你们自己在看自己的东西，然后不讨论，时间是骗自己的哈。讨论就是讨论，好不好？那个麦克风，等一下麦克风准备一下给他们。然后那个你那一组假如是女生多的话，就请女生报告；男生多就请男生来报告。你们每组的组长负责举手好不好？您这一组认为这张照片是真的举手，是真的。没有人认为它是真的，认为它是假的举手。没有。大部分都觉得是假的。好，来，很好。那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这张照片是假的？好，那个麦克风我先给后面的好了，反正坐后面的同学。在第五组。这个第五组的，来第五组，来女生都有女同学报告，嗯。其实我们刚才是觉得这应该是真的。真的。对，是那个我妈妈不是常常会说给我拍一张照，然后特地要塑造她那个心灵的形象。对。所以这张照片应该是真的。应该是真的。对。那她要表达什么意思？就公务员，我推很长。公务应该是就是。平常虽然认真办公，但是哦，他也要放松一下，对，翘着二郎腿，穿着夹脚拖，夹脚拖，所以他是要打出亲民形象，对，特地拍的，是真的。好，隔壁的11组，男的多，女的多，
啊，你的多来，女同学。我觉得它是假的。假的？为什么？就那个后面的布景就怪怪的、啊。后面布景怪怪的。就看起来假假的。看起来假假的。嗯。好，哪里假假的？就感觉是合成的。感觉是合成的，是 PS 照片。你有没有看过在大陆的 PS 照片？有一个安徽的官员去探访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就是像侏儒一样，那你是从就在这张照片从那边看过来，那人是真的假的？可能是假的哦。我们还要觉得他那个鞋跟太新了。鞋怎样？就那个鞋跟啊，太新了。太新了，这个鞋跟，这个吗？还有个鞋底。鞋跟，好。所以是这个部分，鞋跟太新了。还有那个脚太长。脚太长。角度导致那个。这简直像漫画的腿嘛，对不对？太长，比例不当。比例是不太对，对不对？嗯，好 ，OK。所以你觉得这张照片是假的？那、啊、这张照片要表达出什么意思？假的话，为什么要发布这张照片？它表达什么意思？认真在做事。为什么？讲个电话，然后又拿纸。讲个电话，手还拿着一张纸。嗯。还是拿着电啊 ？OK， 好，所以还是表现出很认真工作的样子。来吧，后面同学帮他讲吧。很劳累，然后让自己的脚歇一会儿那种感觉。啊，让自己的脚歇一会儿的感觉。好，所以放松一下。好 ，OK， 来，把麦克风拿给第七组，第七组的这边，这边第七组不是吗？你麦克风那边，来，你们觉得这张照片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假的，为什么？因为在办公室应该不敢直接这样做，可能是合成。哪里是合成的？是脚。脚的部分，腿不可能那么长，就感觉是别人的，感觉是别人的腿，可能要做宣传，要做宣，对，我在这张照片是要做宣传，他这张照片要表达出什么意境？既然做宣传，一定要有目的嘛，对不对？什么？正事很多很忙，正事很多很忙，不是要表现他的腿很长，不是，那为什么要把腿拍得这么长呢？好，有没有其他组别有不同看法的？有没有组别不同看法？麦克风给这边，提升你麻烦跑一下，我们来。对，你们觉得这张照片是真的假的？我觉得是假的。假的，好。但我觉得这张照片想要表达的是，就是主要他的鞋子，应该想表达他很节省，就是鞋底都磨破了，然后都没有换。啊，他真的很节省，省到你看鞋子破掉都舍不得换，是要表达在节省吗？跟马英九一样吗？补内裤，是这样子吗？对。好 ，OK。所以有人认为说这张照片是假的，所以是怎么舍不得换这个鞋子呢？那伟忠，你有意见吗？啊，还有其他组别，你这边有没有不一样的意见的？有没有？这边有没有？好，这边来麦克风给这边，给第十三组这边，有没有不能看吧？就表现他很亲民吧。他很亲民，为什么？因为他这张照片看起来没有领带，然后他没有领带哈，很好。然后他的鞋子是，就是大家除非就是穿破了，他才会去换。嗯哼，他不会因为就是他有钱，然后就要一直换。嗯哼，所以这张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可是他表现出来让大家觉得他是假的。应该是真的。是啊，不是刻意把它弄成这样。他刻意把它弄成。对。嗯，很好。他刻意要把它弄成这样，他刻意弄成这样子是真的还是假的？嗯，真的拍的吧。但是就是真的人拍的，所以那个腿应该是没有修过的。对，
角度瞧一下就有啦。对，角度瞧一下就有了，所以这是角度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照片应该是真的，但是人的动作是假假的。他的行为，他行为是假假的。大家觉得他这个行为是刻意弄出来的。刻意弄出来的，好，很好。可是这个他的动作，你看他在一边讲电话一边在看资料，这个动作看起来是假的吗？那头也可以剪贴下来就有了。头也可以剪贴下来，哈哈。现在记那个 Photoshop 技术这么好，好。还有其他的不同看法的，有没有？你们觉得他是真的举手啊？全班同学，你们觉得这张照片是真的举手？全班照片真的是真的举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好，觉得他是假的举手。假，大部分觉得假的，那觉得他是假的原因是什么？觉得他假的原因是什么？对，摆好这个姿势的，给别人拍的。我还看过一个新闻报道，就是关于奥巴马的那个，就政治秀的那个。嗯哼。就是、他去的方法。汉堡店去买那个汉堡的时候，一个店员就特别惊讶啊，就这么看见奥巴马，就是那个周围的是一个一大堆的人在那围着，然后一个气像拍那个电影一样，然后在那围着，怎么可能做出一个？怎么可能出现的表情？好 ，OK， 所以奥巴马这个人，就这张照片大家觉得假，是因为这张照片去拍的这张照片有后来有修图过作假吗？觉得是这个原因的举手，觉得后来有修图的举手，觉得后来有修图的举手，哎，所以大家都不觉得是修图吗？他有加滤镜。他加滤镜。好，加什么样的滤镜？啊，这是 Photoshop 的功能嘛，对不对？用怀旧功能。好，啊，为什么它聚焦在哪里？为什么要在鞋子？让你看见什么？让你看见鞋子，还看见他的脸。啊，为什么？为什么要让你看到鞋子，而不是看到他的脸，或者看到他认真在打电话？因为平常看不到他鞋子，哈哈，所以这个有收藏的价值。他你看鞋子的哪里？底的破掉的，对不对？他是要你看到破掉的，所以这个破掉的鞋子要表达什么意思？他节俭，是节俭的意思吗？他很忙，好，很好，好。这张照片一般我们都觉得说照片就是最真的嘛，对不对？把现场还原，照片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在他的那个出去竞选的时候，他出去竞选的时候就外面搭一个帐篷，这个是一个帐篷，他在里面办公的情况。那这张照片是真的有人去拍的，光线可能拍出来也是这个样子，因为里面可能是昏黄的灯光。那到底这张照片是真还是假？来，同学，你们再继续问。我们要问的就是说，一个看似真的照片，它到底有多不真？那刚才大家也觉得说啊，奥巴马摆这个姿势，好像也是故意摆的嘛，对不对？假假的嘛。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假的？来，同学，讨论。除了刚才说摆 pose 这个动作是假假的之外，你觉得？有什么地方是假的？来，给你五分钟讨论，快点。这张照片真的哦，这张照片真的哦，现场拍下来的哦。哪个地方假假的？什么地方假的？或什么地方没让你看到的？Thank you.
看哪个地方假假的，真的这张照片虽然是真的照，可是真的还是很假，为什么哪个地方假假的？找一下看哪一组可以找最多假的地方哦。等一下，哪一组找到最多假的地方哈、哦？我们给他这一组每个人加总成绩一分哈、哦。嗯，努力找，努力找。问一下，你们这一组找超过五个地方是假的举手，五个，哇，这么厉害！啊，这边有一组五个，四个的举手，三个，三个啊，大部分是三个，两个的举手。好，来来来，那个麦克，来来，伟忠这边给你。就第一个奥巴马应该再黑一点，然后第二个是他左那个他的手，因为他手右手应该看起来在拿笔，可是那个笔的那个他手腕的那个曲度有点怪怪。你说那个右手还是左手？右手，他因为他左手插口袋嘛，口袋。他是左撇子。我不知道。他是左撇子，所以比较怪怪的。可是那个左手不是插口袋吗？左手插口袋。
好，那我是狗分。这个应该是他的手吧？对啊，可是我们的想法是我以为那是右手这样。嗯，好，对啊。好，接下来。然后他的那个程序，好，然后接下来。因为他在那个场合讲，可能在假装讲电话的感觉，给我们的感觉。假装讲电话，这个讲电话，哎，怎么大家假装的？搞不清楚啊。就很假的感觉，都好。然后第四个是因为刚刚说，他是在帐篷里面。哎，对。然后背景就很不像帐篷。背景不像帐篷，为什么？就很像真的是一个墙，或者是纸做的东西之类的。一个墙，一个纸做的东西。我不知道。然后，这个可能是某个人剪下来的，然后把扫描上去的，对。是哦，然后。好，还有没？还有第五个，来。哦，他我先讲一个。然后，因为他不是，他有打领带吗？对。他有打领带吗？没有。因为他不是，如果正常的去一个正式的场合，不是应该都要打领带？嗯哼。对，然后第六个。所以没打领带。他领带是歪掉的吗？我们也不确定。是这个吗？我们有一点怀疑，可是如果看起来好像……那为什么他配色不配好一点啊？啊，还有嘞，就鞋子也很假，很像一个人。很假。其实那个脚很像有一个人倒挂在桌子，然后往里面缩，他脚其实放在地板。这个可能是另外一双脚，那他脚是放底下，他对啊，然后他倒上来的，对对对。那干嘛倒挂？他直接把它放在这边不就好了吗？可是他比例有点，这个角度拍也太长了，就真的很不像欧巴。OK， 好，有没有其他的那个你觉得脚的地方跟他们脚的不一样的？哪里来？给他那个第六组。照片那边，但可能是一张纸折照的，就感觉有截图啊。那个可能是一张纸，就这张照片，就是网络上流传这张照片，本来可能是一张纸，被剪下来的。好，还有那假假的。他被拍到的时候，不是应该会有一点惊讶的表情？被拍到的时候要有一点惊讶的表情。对啊，为什么还这么？还是镇定，对对对，对啊，因为闪光，对不对？就没有看镜头，怪怪的。他是故意拍很自然啊。可是通常不是被人家偷拍的时候，不都会吓到吗？他没有，好 ，OK， 重点了，他是不是被偷拍？不是，不是嘛？他不是被偷拍。嗯哼，但他也知道自己被拍，对不对？对 ，OK， 这就会不会被吓到？不会，好 ，OK。还有其他的？我跟你说，直就直嘛，那纸折到了。右肩特别长。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没有了，来，麦克风等一下拿给那个第七组的，这个无线麦克风给第七组的好吗？这边。麦克风也拿到了吗？第七组。来，第七组的同学来，你看到哪个地方？假假的。总统坐的椅子应该是那种总统座椅吧。总统座椅，对，飞机的头等舱总统座椅，所以不应该只坐那个小板凳。感觉他这样坐应该会掉下去。应该会掉下去，应该会不太平衡，对不对？好。办公桌上面不应该空空的，好，很好。办公桌上面不应该空空，可是他是在外面啊，他在外面演讲啊，他需要办公桌很多文件吗？不需要吧。感觉就是假假。感觉就是假假的。好，还有嘞，看没有？好，来，麦克风给那隔壁的。就是我们觉得他这样
坐那个裤子应该会爆掉。哈哈哈！穿裤子会这样子，啪一声就爆掉。对啊，因为我穿过西装裤，那个都很合身啊，不可能可以像他这样做啊。那所以做成这样子的话，西装裤爆掉，再换一条就好了，不是吗？还有呢？是我们觉得那个他打光打到他的脸上，可是左上角是暗的，所以我们觉得那是刻意经营的。嗯，好，很好，光线好。你看光线打过来是在这边亮的嘛，对不对？要注意到这边有阴影，这边有一个阴影，有没有看到？你们看得到吗？你们看不到？这边没阴影啊、哦？难怪我有玫瑰同龄眼看到了。好好，另外一个是这边黑黑的，对不对？这边黑黑的，好，很好。这打光代表什么？刻意的，对不对？是假假的，对不对？他这个不是很自然的光线打出来的。所以呢，奥巴马他知道有人打光在这边，他是不是要他这个动作要装得很自然？可是旁边这个资料就看出他其实是人为的，是不是？好，很好，看到这个光线的痕迹了，还看到什么不假假的？还有就是他既然都有桌子，然后为什么他文件不放桌子上？然后就是要弄得手忙脚乱的样子，就是好像就是他要接电话要拿很多纸这样子。嗯哼，有很多。他重点他的焦距在哪里？鞋子，哎、啊，就是我们觉得他的鞋底为什么可以这么干净？鞋底为什么？他不用走路啊，他不用走路，为什么这个还会破掉呢？那双鞋不是他的，好，可能不真的不是他的。你想一想嘛，总统出去他会走路吗？好，他可能会这样子演讲，那可能从这里走出到门口，那要磨到这种地步，要穿多久？啊？对啊，而且假如是磨到中间的话，旁边这个应该也都会磨掉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鞋子是不是去借来的？很有可能是借来的。好，因为你看，假如这边磨掉了，这个后跟这个后跟这个地方不可能不磨掉，这两边不可能不磨掉的。嗯哼，很好，看到了造假的地方，还有哪个地方假假的？还有没有其他组别的？那个纸上面没有写东西，你说这一张纸还是这张纸？两张，嗯，可能看不太到吧。感觉应该是有了，现在拿一张废纸啊，随便弄个字。好，好，这里面除了刚才各位谈到这张照，就这张照片来看，你们有没有考虑到我们社会学的讲的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什么？这张照片里面有没有其他人？有没有其他人？没有，对不对？哎，在一个竞选总部里面，怎么可能没有其他人呢？是不是？所以这个又是很假的。谁要在照片里面，谁不在照片里面，这个很重要。所以你们在拍照的时候，所谓自然取景跟调整过的是不太一样的。好，即使，所以自然取景。他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拍了很大一张以后把它剪掉，只有剩在这边？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嘛，对不对？那个是他的出版的还是什么样的？就这个地啊，这个杂志啦，这个叫什么？Time Magazine 啊 ，Aurora 对，反正 Time Magazine 发布的。好。这张照片要跟各位讨论的还包含了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决定在这个相框里面？我们相框里面只有一个人，对不对？为什么不是两个？为什么不是三个？谁决定的？谁决定的？奥巴马，摄影师，可能是两个共同决定的，也可能是奥巴马决定，跟摄影师决定。好，所以
要在相框里面或不在相框里面，是不是很人为的？很人为的嘛，对不对？谁决定的？第二个问题是，他这个是在哪个时间点拍摄的？他在竞选时候拍的，还是在当总统的期间，第二年、第三年时候拍的？竞选时候拍的，为什么竞选时候要发布这张照片，而不是在他当总统的第二年发布这张照片？为什么呢？如果竞选前拍，就觉得他是认真负责、认真负责、亲民。你看嘛，认真到鞋底都磨掉了，他拜访了多少选民，对不对？他一方面拜访，显示他拜访选民亲民，一方面又在讲电话，一方面又看文件，哇，三头六臂。好，所以在时间点来，时间点拍的发布出去的很重要，所以他不会在竞选以后发布这张照片，对不对？还有，奥巴马知不知道是他自己被拍？刚才都已经讲过了，大家都知道他是被拍，对不对？他光线要打光嘛，所以在他知道的话，那是不是假假的？没错，假假的。好，其实当时拍了几百张照片，拍了几百张照片，为什么选这一张？为什么不选另外一张？是不是也是有原因的？那这个谁选取决定这张照片的发布？奥巴马，是奥巴马吗？确定吗？秘书，哪一个秘书？刘文斯基，啊，刘文斯基你知道你不知道？好，最后一个是，对啊，就是谁来决定发布哪一张照片？这些问题让我们去问，就是那这张照片到底是真的还假的？真的还假的？这个就让我们回到很关键的，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真的，看起来是很自然的，实际上你看有这么多人为的东西在这里面，是不是？所以在主流的意识形态，它会有一个霸权的概念，它霸权的概念就是要你相信这个是真的，照片或影片是目前为止大家几乎都认为它是真的。所以当你相信这一种东西，当你相信照片或影片这种媒体是真的时候，它就成功了。但是它有没有去告诉你这张照片背后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么多假的东西？他不会告诉你的。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在讲的，你相信了你就看到了，重点是要你相信。所以刚才那张照片看起来好像第一个大家反应真的假的分不太清，好像是也没什么假，但是照片本身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就被赋予它是真的。所以当你相信它是真的，那它就是真的。我们课本里面是不是有讲一句话，当你相信它是真的，它就会有真的后果。课本里面有这句话吗？还记得吗？有，当你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它就会有真的后果。所以当你相信那张照片是真的，当你相信它的鞋底是真的磨破，那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印象？奥巴马亲民很认真。所以所有政治人物都在操作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很重要，就是要你相信这个是真的，这个是自然的。好，所以当你相信它真的，它是自然的，它的真的后果就出现了。比如像你们从小到大听的高等教育就是要使用者付费，当你相信它是真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考虑到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有其他的出路。你们知道要不要最近要调整学费你知道吗？
你们这里同学来赞成调整学费的举手，赞成调整的举手，反对的举手，反对的举手，好吧，大部分都反对。啊，你们上个礼拜跟我讲的头头是道是要使用者付费，那到底是怎样？啊，反正使用者付费就是国家去付费，不要付到我就好了，是不是？好，这个就是当你相信它是真的，就说相信说，哎，反正使用者你就要付钱啊。当你相信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它是达到它目的的，而且你不去怀疑它，它是达到目的的。另外一个，不真爱联盟在推动的，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是不是最自然的？好，当你相信他，他就开始有作用了，他就开始排斥其他可能性了。所以当你相信了以后，他就有真的后果。当你相信真的一夫一妻是最自然的，我们的中国传统、中华文化传统就是一夫一妻制，那么你就会排除掉其他可能性，比像说同志结婚、多元成家这样子的可能性。实际上一夫一妻在人类历史上大概只有最近一两百年而已哦。同样的，我们的华人的祖先祭祀，我常听到我的一些那个爸爸那一辈的叔叔他们，这个不孝啊，连自己的祖先都不拜。嗯，好，祖先祭拜是这么自然吗？还有上个礼拜我们讨论过了，我们要从父姓从母姓，真的有这么自然吗？上礼拜不是问你们宾拉登姓什么？没有你们啊，有啊，宾拉登姓没有姓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从父姓从母姓吗？我们都是台湾人，我们都是华人，真的吗？你们真的是台湾人吗？你们真的是华人吗？当你相信了以后，效果就出来了。当你相信你自己是台湾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嗯，那我可能跟中国人不一样，这个效果就会出来。当你相信说我是华人的时候，嗯，你也可能觉得我可能跟马来西亚来的华人是有那个亲近感。嗯，好，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两位马来西亚同学。好 ，OK。青少年能不能有性行为？上次我记得一开始问你们，你们觉得几岁以上才可以开始性行为？绝大部分的同学都说十八岁以上才可以有。伟东。啊、台湾族那边一般几岁可以结婚？传统都很早嘛，对不对？像你爸爸妈妈啊，你阿爸阿妈好的。我跟我曾外祖母12岁就生第一个。是吗？你看12岁就生第一个，哎，12岁生第一个，我的阿妈是15岁生第一个。说青少年不能有性行为，哎，为什么大家都相信了18岁以上才可以有性行为？你相信了他就有实际的后果，真的就真的会有实际后果，好吧。那我们嫁过来台湾的那个越南太太，很多大家都17岁就嫁过来，18岁生第一胎，就跟你们年纪差不多就生第一胎了，当妈妈了。另外我们觉得世界上就只有两性而已，世界上真的只有两性吗？两性是最自然的吗？男性是女性最自然的吗？有没有第三性？有。什么样的第三性？都有。什么样的第三性？阴阳人。好，很好。所以有阴阳人嘛，对不对？那有没有 男变女的？有没有女变男？那他们是男性女性？所以世界上不止两性嘛，但是当我们相信世界上只有两性的时候，它就有作用了。艺术是不是超越时空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不是超越时空的？觉得它是超越时空的，局长？觉得它是超越时空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超越时空的，1、2、3、4、5、6、7、8、9、10，只有十个而已。觉得它不是的，局长？不是的，1、2、3、4、5、6、7、8。来，那个麦克风在哪里？哎，那个小麦克风在哪里？无线麦克风。给那个同学，来，为什么你觉得它不是最后面？最后面那位？为什么你觉得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根本不是超越时空的艺术？
就在他那个时空下做的、啊。他在那个时空下做的，那有没有超越时空让大家去分享这个艺术呢？就让个人去瞎搅吧。让个人去干嘛？瞎搅和。遐想啊，遐想啊，遐想，让个人去遐想，所以每个人都会想出不一样的。对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超越时空。对啊，这是我个人看法。你看啊，这位同学，你觉得他超越时空的原因是什么？对。作品啊，就是可能是好几百年前的贝多芬作品，可是它是由现代的人演出来，表演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是超越时空。超越时空的，对，就是以前的东西，然后留到现在，然后又有现代的人把它不断去欣赏它。对对对。好，所以它超越时空的。对。来，那个麦克风给我一下。帮我弄一下这边。那请问一下，听过咚咚咚咚的举手，咚咚咚是什么意思？知道不知道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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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有听过的举手，没有听过的举手，都听过了。好，有这首曲子从头听到尾的举手，从头听到尾的，不只是前面的噔噔噔噔，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完过一次的举手，没有听完过一次的，1、2、3、4、5、6、7、8、9、10。同学啊，你觉得，假如你没有完全听过，你觉得它是超越时空还是不是超越时空的？为什么？到现在听不到。可是你都只有听咚咚咚咚四个音而已啊。刚刚听过，是不是？刚刚听过，你听过后面的几个乐章吗？真的吗？好 ，OK， 好，艺术是不是超越时空的？这个不知道啊，这个以后你念艺术社会学就会讨论到很多。那很自然的事情是什么？宋美龄有没有比瑶瑶高尚？有没有？瑶瑶是谁？您哎，马来西亚同学知道是谁吗？啊，男同学知道，女同学知道吗？对，得金马奖的，得金马奖的啊！你觉得宋美龄比瑶瑶高尚的举手？哎，这都没有，为什么？他觉得宋美龄其实跟瑶瑶是一样的举手。1、2、3、4、5、6、7、8，啊，很多人觉得。那 Chris， 其实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这对你来讲都一样啊？宇树，你为什么觉得差不多？只做他们自己选择的事情。如果今天宋美龄她是演艺人员，然后不是出生在那样的环境，不是出生在那样的时代的话，或许她做出来的事情也不会像瑶瑶那样，她自己去拍电影然后成名。OK。就是宋美龄她是大家族下的，大家闺秀。对，那宋美龄会不会进入历史课本？啊，瑶瑶会进入历史课本？为什么瑶瑶不能进历史课本？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能进历史课本？啊，宋美龄嫁对人了、啊。那宋美嫁对人应该是写她老公啊，怎么写她呢？是不是？瑶瑶是不是凭自己的那个实力创造出来的？是非常有志气。好 ，OK， 好，这边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很多我们都觉得很自然的东西。我们觉得这体系、这文化、这事物，包括事物，都是自然的。这个先不用抄。就很多我们认为是自然的东西，其实都没有思考过，这些都是人为的。包括刚才给你看的那张照片，奥巴马那张照片，看起来是真的，实际上是非常人为的，真的是非常人为的。所以上个礼拜跟各位讲的这个概念。什么叫神话？神话就是把明明是人为的东西弄得是变得自然的，也就是最近的那个真啊，不爱联盟、乱爱联盟、下符咒联盟，他们在讲的说啊，一夫一妻才是最自然的，一男一女才是最自然的，什么东西是不自然的？
那一夫一妻这是不是人为的制度？家庭是不是人为制度？那既然都是人为制度，为什么他把却把讲的说这是自然的？这个就是神话。所以呢，我们在看社会事物的时候，包括看那一张看起来很真的照片的时候，都要去怀疑它背后的人为的痕迹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社会学就是不断的挑战，看起来是真的，实际上都是人为的，看起来是自然的，其实都是人为的。好，所以这个把它弄成是自然的，就是我们课本里面讲的建构真实，英文叫 reality 它的英文字是前面的 R-E-A-L real 是什么？就真的嘛，对不对？就真的，那真的它把它变成名词，就变成真实的，真实的东东。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觉得自然的，觉得是真的，都是我们人为看，注意到人为建构起来的，没有所谓真的。即使科学、量子力学，还有像爱因斯坦相对论，是不是人去建构出来的？现实上是不是真的那个样子？不知道。但是至少他们讲的理论都是人为建构，所以包含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都是人为建构。比如像圣经，圣经是神自己写的还是人写的？是啊，那既然是人写的，是不是人为的？好，对不起，这个就牵到基督的那个宗教的问题啊。那有些同学说那个是神透过人去写出来的，嗯，好吧，不管如果神透过人写出来，也是一样是人为的。所以跟各位举这张照片，就是要跟各位说，各位眼中看到的真实那个东西，再怎么真实都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好， OK， 我们到这里休息十分钟，等一下下一堂课再继续讲我们的家庭。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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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我们就先说比较贵，就没办法啊。反正我就昨天，他就忘记了。今天早上如果中午前，不知道早上会再收一次。没关系，我们就还是先记啊，到时候记了。